加注、气减，以及我们最后火箭顺利连获升空，这些主要的工作节点。现在火箭工作状态十分良好，我们对我们本次发射是有十足的信心。我这第一次来看转运啊，为什么要带孩子过来？也是给小朋友从小种下一个那个航空航天的一个梦想吧。